我想要找找看，我可以找找看。我们主委，主委，我们主委来一个表演赛吗？主委代表的是好好吃饭吧？对。哦，主委代表好好吃饭啊，因为好好吃饭就要好好吃饭，对今天整个训练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太逊了，都输。对、啊。这也不好看嘛，观众朋友希望看的呢就是。一些效果嘛，好，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主委，好好吃饭吧，主委。保龄球女神 ，Calling Queen 啊。好，哦，哦，主委受伤了，还没打球就受伤了。好，我来喽。哎，主委。好，再给我四局。好，我还有两球嘛，来。主委，你这个清一下场地，清一下场地、啊，这样几瓶？倒了三瓶。哦，三瓶、啊，七个。好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，你有机会全中啊，这个厉害了，我有机会全中哎、欸啊，但我这个人最不会瞄准了，怎么办？第三球喽、哦，哇，哇 yes, 就差一个，我赢了，好了，啊，老的还是姜辣了，老的还是姜辣，不是姜还是老的辣了，好，所以刚刚呢？我呢代表好好吃饭吧队伍呢获得的是九瓶、嗯，然后我们的导演说可以再一次，对不对？啊，还可以再挑战一回合，因为刚刚算是一个暖身啦。哦，是谁？主委吗？对，你们。哦，我们啊，你们全部重来是吧？增加一次选举手机。哦，超过九瓶的话呢？就是、全中的话是吧？对。就如果超过主委，如果你十瓶都倒了的话，就要挑战主委，你就多一次神之手的机会，所以我们让景瑜来挑战。因为我现在目前是九分嘛，哦，那重新来了，嗯，好了，加油，小心不要打到摄像老师啊。摄像打倒要不要再摄像打倒了，摄像打倒了，再加一次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们从你的酬劳里面扣。打歪啦，摄像打倒了，加三次神之手。电视机打碎有什么奖励、欸？不行啊，我们这个乐视超级电视不能打碎。好，可以，来，开始喽。哇，全倒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好猛啊！好了，一次神之手嘛，我们要三次嘛，对不对？嗯、三回合嘛。这个特种部队不是假的了。好可怕哦、啊！你什么狙击手？你根本不是狙，你是大炮手吧？哎，第二球。你是爆破手，打两次啊？对，你刚刚已经十分了。爆破手。哇，又是这算又是全倒了吧？全倒了，应该算全倒，因为掉沟里了。对，掉沟里了。二十分。好可怕哦！好可怕，那什么，果然蛮力吧？果然导这个只要有蛮力都可以啊！果然那个导演找定了。第三球喽！特种部队。第三球，加油！哇！要拳头！我发现了要领，你发现了要领。只要你够，只要你够重，够重。只要你够重，他只要加就可以冲出去了。好啦，没想到我才得意五分钟而已，一下就被景瑜打败了。他三次都拳倒，所以。一共三次神之手，恭喜黄景瑜。好了，也谢谢我们刚刚参与的每一位运动健儿。现在呢，我们食材运动会正式的完美结束。好